我身边就陈文俊啦，南区嘅球会负责人。今日有冇事前谂过真系赢到南华？冇，只系尽量打啦，希望喺主场不败先啦，不败先。咁但系今日打得好好啊，球员个个发挥好。虽然阿科夫今日病咗啦，咁阿思豪都打得好，成队波个气氛啦、斗志啦、合作啦，系真系打好好啊！咁样讲会唔会话场地有帮助咗你咧？我谂大家一样嘅啫。如果你话个场地烂，大家都咁上下啦。咁当然啦，你话我哋个场细少少，咪好容易做组织，或者容易做防守，可能系嘅呢个。但打得好好啊！我想问你啊，今日对南华赢咗啦，譬如第一件事对亚协资格赛有冇信心去即系争取到咧？冇谂呢样嘢，我不嬲都系，总之照打，打完先讲。系。最后问题啦，嗱。今日贏南華，你哋會唔會話贏波獎金俾球員多啲咧？會啊，一定會啊，一定會啊，跟住會升一晚慶功宴啊，即刻。好啊，恭喜曬你，多謝。